其实我嘛无法度确定你是死人的。你管哪讲啊？你这么模样就是听说完。啊，不过啊，人的面貌啊是会当整容改变的。啊，若是刻入骨，一种个性甲习惯，迄就无法度改移啊。是讲看你即马这种严格个性，确实甲我当初熟悉的叶定慧官是真相像。我真正是丁慧官。哼，哎，这都要问你家己啊！我即马只是巩固我的记忆啊，尽量想办法还原当年迄场阴错阳差的意外。啊，若是其他的细节，都要靠你家己去查清楚啊。所以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都参像舞台剧般的同款啊！当时我的身份是管家啊，迄当阵我奉着老父米的命令啊，要逼你甲你拄出世无偌久的后生离开啊。后来你车开了就走啊，过所来就发生意外，车冲到海底，人嘛失踪去啊。这兄啊，尾啊阁真亲情替你立一个衣冠冢，你若唔相信啊，我已经带你去看卖。阿内。第三晚，迄条车吼，伊个到底是安怎？嘛，甲迄个舞台剧搬啊同款啊！迄当阵啊，我着急要等伊回报状况啊。结果伫迄个附近啊，我那同款有发生一个车祸啊。我过关心的时阵，发现车内底有一个查某，伊伫个要断开进前，甲我讲：“拜托啊，一定爱照顾伊个查某囝。”伊讲迄个查某囝，就是我收养的禁女，啊，就是。半条湾的亲生查某囝，是谁有伊？哪个第三位？伊跟我讲的无偌久了，伊就断气了。哪里我想在变成第三位？因为万当伊会变魔术啊！同一个时间啊，两个查某同齐落难。同款两个查甫啊，因为心痛，规人去掠狂啊，去到同一个事故地点，想要找伊心爱的查某甲伊个囡仔，结果一个到即马一直找，还阁找无影。另外一个该当爱死去，即马煞好徛伫我个面头前，而且完全失去记忆。所以你讲，你也是啥？我肯定就是丁慧官啊！讲什么？失去对方未免感动，我根本就无这款电魂啊！不过，我确实一点仔都未清，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伊的妈妈。我这么啊讨厌人我的芳味，因为老虎米上佳的就是兰花啦。你以为恁母仔囝互伊逼到无路通行，迄个怨恨是刻入骨的，所以伊才会对老虎米甲兰花啊这么啊反感。而且我把这款怨恨，可能伫个刘彩英身上，因为我怨恨伊。无好啊！无好，阮无阿囝。你甲第三个人查某囝无去生，那我会好心人未？你一定知影的，对无？袂记，罗彩英敢若一个孤囝罗家峰，那你会好心的？为啥那无在伊的身躯边？你敢讲我好心人未？我好心人未？哦哦哦。你是较冷静，较冷静一下。我是要较冷静啊！我可能是好心啊！我才演哦，伊到底是死还是死？伊是不是搞错我无人害，是自己啊？
我是家庭死啊！你到底是安怎处理的？你是不是对一个赌博的人个太下手对无？我知你跟刘在兴有几大冤仇，你是不是替我好社会，结识你的老爸？我若真正做出这么有失德的代志，我应该爱心虚才对啊！我每个都要自找麻烦，而且费遐侪气力，要让你知影当年的真相。我的后生阿奶，你即马这甲拄条的，我要安怎讲？你的后生叫米姑啦，因为伊脚脚片有一块甲米姑差不多大的红色胎记，所以出事了啊，罗在勇就叫伊米姑啊。哪里的人呢？人呢？出代志了，我去海边啊找啊，结果真正让我找着，好大命大米姑无死啊，我就甲抱转去，车用到十二岁。十二岁，十二岁以后呢？十二岁当中，伊个车弄掉，结果就昏迷不醒。一直到五年前啊，罗在兴发现，就该带离开我的身躯边，所以另外一间疗养院接受治疗啊。那然后呢？后来，一间疗养院发生火灾，米姑因为无逃生的能力。要当场学会休息啊！你死啊！原来是做安尼，讲起来，你阿咪姑发生这种不幸啊，拢是万条万，迄自私自利的人造成的。虽然讲伊有救你的命啦，但毋过伊无经过你的同意，就甲你几个人改头换面，有你变作郑素媛的替身。而且还佫讲一大堆白话来甲你洗脑，毋知害你错失甲米姑相处的机会。陈钓生，你卖了准，你甲我米姑抱转去饲，我着感谢你大恩大德。你甲刘在兴的冤仇结得遐尼深，你哪有可能遮尼好心，将我甲伊细后生抱伫身躯边饲？伊安尼做，就是要利用我咪姑来报复罗在兴。想袂到，你对这万条万身躯边。这么多年经历这么多事，真正变得跟以前只有志气无地位的丁伟官不同款。无不对啦，我把米姑抱走把她藏起来，确实就像你所说，我要利用她来打击罗在兴。陈德胜，无需要对我施压啦，领导，你也感谢我。那不是我，我给你保证，你的米姑也袂过多济，因为老夫伊绝对无可能留伊这个阻挡罗家峰接班的大石头伫个遐。既然你在我的身份，你想怎袂去威胁万朝元？
那是平凡超越对地受完的执念，伊真可能为了暗藏这秘密，答应你所有要求。阿姆哥，你说放弃，这会当给阮朝远压落底的机会，你安尼做，到底是有啥物目的？当你慢听阮，要毁掉罗在英这个政敌后患，伊跳过失局，何兴的查某囝罗安杰，甲伊得做黄金，甲因害死，而且搁制造车祸，去弄罗家峰甲靖宇，啊，靖宇巴肚内面的囡仔嘛无去。害我替伊担罪，害我判三条人命。即马当年对我不利迄个证据，就伫万条万伊个手里。我若要让伊彻底拍落去，永远拢无在条爬起我头壳顶，我就必须爱把迄个证据摕倒倒来。所以我才会想到用这个事实，甲你换一遍合作。你爱我替你把证据头摕出来给你，拢唔对。想要控制我的人性，若不是我，你可能到死也不知道你是丁桂冠。你自己心里很清楚，万条万他爱的是丁素媛的面容，并不是你的灵魂。所以你对他有什么通留恋？你自己的人生当然是由你自己来掌控啊。你敢希望你每天过得好里好多，还是你希望你也真清楚知影，你未来人生的目标是啥？哈哈，这就是我的自信。我一定会当和你跟我徛共边，和你跟我做个对付同一个敌人。我在咧想讲是谁才无礼貌，直接弄你无我的办公室。原来是万党的你哦、喔。你这个人哦、喔，是也真无讲道义的哈、喔。明明去提早我才十二，买一段你讲的故事，搁伫咧背后变一挂有话无话要创啊？挑工做一部台剧，甲丁会馆甲受完车祸的代志，一锅倒菜刀后边演一通。来甲说完去，先走转去接门话。陈忠信果然是贪搁奸，原来伊早就已经为阮朝云呀，欧招六十亿的封口费。我是真心爱说完，我希望我后半世人会当甲伊做伙生活，会当互伊平平顺顺过完这世人，我都心满意足。你上好是莫拍嘴，我的幸福美梦。啊！若无，我绝对袂帮你出。万朝云，你真心爱是得受完，可惜我是丁慧官。你这份变态爱，我无迄福气承受。万超越，只有你死，才当想到我心内怨恨。来，快起来了吧！